燕玲你好。你好你好。咱们看的这个是绞胎瓷，最早呢起源于中国的唐朝时期，宋朝呢这种工艺就失传了。这种瓷器呢，它的一个最大的和别的瓷器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它是里外透花的，看到里外是透花的，这个又俗称透花瓷，就是在制作的时候呢，不同的颜色的那种陶土啊瓷土，经过手工拉坯形成的这种纹理是这样的。我呢是作为这个绞胎陶瓷的这个传承人，在制作这个绞胎瓷。从什么时候？大概是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制作了。那时候是跟我舅学习，然后我舅呢是咱们中国中央工艺美院，那个时候是专门学陶瓷系，专门这个挖掘绞胎陶瓷这种工艺，所以呢我就是作为传承，我在给我舅做这种传承。中国讲究这个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嘛，我是作为这个继承人，或者叫继承人。从十二岁做啊，那个时候已经做了多少年了？这就我今年是36岁了，跟我一样20多年了。对，你看到一些它这个表现力是不一样的，有这种似云飞水的效果，也有这种人物的这种雕塑的也会有一些啊，像托盘这种，像中国古代这种祥云图案的，我们也做一些。你看这边这些小的这个茶盏呢，茶壶啊，也做一些这种比较实用器的东西，像这个很可爱啊，对，这是咱们东方人最喜欢的啊，平常品茶的一些器皿。这叫香炉，只有东方人才用的香炉，西方人也喜欢，现在也喜欢这个啊、这全部是手工制作的，全部手工捏的。我没见过这个，是吧？我说你看到它这个纹理呢，像木纹一样，旋转纹一样，是这样，完全纯手工制作，纯手工的制作，漂亮。那这一件呢，就是，唐朝那个时候最流行的一种工艺。这个你可以看到像鸟羽纹一样，孔雀的那种，那种羽翅纹一样。这个绞胎，这个鸟羽纹的一个绞胎瓷。然后颜色是怎么调的？这个颜色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颜色，一个白色，一个褐色的瓷土在一块儿。只是说它出现这种参差不齐，或者这种有韵律的这种鸟羽纹，这个就相对来说在制作的时候就要复杂的多得多。这是唐朝人喜欢的颜色？也不是说是唐朝人喜欢的颜色，而是当时的这种科技没有，就是说当时没有那种工艺，或者是当时没有那种瓷土，就是两种颜色或者三种颜色的瓷土。但是现在它的表现力现在是很多了，也运用了一些现代科技手法在里面。当时呢就是很简单的这种工艺，是这样的。这个也算是我们的一个新工艺就是绞胎瓷呢，目前一般了解的就是说上釉的很少，上釉的瓷器很少，像这个是我们自己上的釉，而且这种效果就是说它既有绞胎的这种纹理能看到，而且还有这种釉的这个釉和绞胎的一种在一起的结合，就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窑变或者效果。这个就是说我再制作或者我再烧制，还真不一定能再做出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件作品，因为我认为就是说比较很难复制的，是这样，它是不可再复制的，是这样的作品。现在来到哪儿了？这就是我的一个制作间算是我自己的工作室然后你看到地上这些泥呢，就是一些粗糙的一些，这就是一些绞胎的一些原料。有些大部分的这个原料是来自江西景德镇，因为景德镇这个瓷土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好的瓷土，尤其手工制作的瓷土。是的，对。然后这些呢是我们的成品，
就是这个时期我制作的一些作品，你会看到它这个每个都不一样。对，你会看到，您说对了，会看到它这个大小啊，或者器型是一样的。你看到它的纹理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绞胎这个绞胎陶瓷手工制作的特点。明白，对吧？它这个就说这个完全每一件都是孤品，永远不会复制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就像您的手纹一样，像树叶的叶脉一样，是这样，永远不会做出一模一样的。可以像这个看，这是不同时期创作烧制过程中出现的残品。嗯，因为这个绞胎瓷它最大的难点就在于这个绞胎瓷，它不是说每一件都能烧制成功的。我们这个每一窑的这个成品率呢，也就是在30%左右，可以称得为现代官窑。现代官窑就因为它出的太少，嗯，因为官窑的东西本身烧制就是制作的，它是非常讲究的，非常精细的，所以说成品也是非常的少。介绍几个破损的啊，对，你像这一件。这件就很明显了，这就是在烧制过程中，你看这边很好漂亮，很有意思，对吧？但是也是在烧制过程中出现的窑变，会出现它这个炸裂开裂，哎，所以说它的珍贵就在于此。还有这些，这个也就是有的人感觉这个可能也不算什么残呢，不算什么坏，它也可能也是一种特点。但是对于我们那个这个专业的要求啊，像这也就是属于窑变，就烧的这个俗称过火了，烧的冒了泡了，有豆豆，对对，点一点，对，你看这些啊，这些都是不是人为能控制得了的，所以说这也是它的那这个以后怎么办？这个就是就砸坏了，砸碎了，你看，全部都砸碎了，这就全部掩埋了，像以前那宫廷瓷器一样，这个不会流失市场的，这个不会流失市场的。像这件大作品啊，这个历时差不多3个多月才做出来，你看它的这个开裂，3个月，将近有3个月。这件是它的开裂，绞胎陶瓷的这个烧制过程中，或者是在干燥过程中，会出现那种开裂，这也不是人为能控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很多的这个做陶瓷的专家或者老师傅，他不去触碰绞胎陶瓷这种工艺，也是因为他这个瓷器不是很稳定，不是说我想做出来就能出来，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这边是我们的窑炉，这是我们的窑炉。天天用吗？不是这样啊，基本上因为窑炉比较小，再加上我制作呢，就是，有的是凭自己这个灵感来了，或者是，可能有的时候觉得我要去外边去写生啊，或者去找一些自己的灵感，是一个时期每个时期的作品也不同的，我们不是那种纯工业化生产。因为手工的东西讲究的是火候，讲究的是这功夫，甚至是讲究的是我自己的一个历练，人生的一个累积，对，最终还要体现这种艺术的价值。好了，你看这边，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制作台，有的时候灵感来了，可能长达十几个多小时就在这里边，不能说不吃不喝，也差不多，就是灵感来了嘛，感觉来了，就这样。所以说今天呢，这个咱们远来的朋友是吧？远来的客人，那个我这个一看到您，我这个灵感也就来了。好，就是给您制作一个绞胎的最古朴的，也是最原始的这个瓷器，最早的这个作品。这个呢，你会看到还没有。作品还没有成型之前，这是泥墩儿。这个泥墩儿呢，就是那种叫绞胎这个绞胎木纹，木头纹，像木头一样，你会看到像木头纹。是，对，这绞胎木头。它像一块木头。对对。
然后我给你拉开让你看一下它这个，它不是基于表面，没有拉，没有做花瓶之前，这个泥胎就是这样。你看，哦，是这样，漂亮。它的脚胎的这种作品的花纹呢，不是在你拉坯的时候，也就是说不是在你拉坯之后出现的，是在你没有拉坯之前的母泥，这叫母泥。嗯，没有在你拉坯之前，这个纹理就已经出现了。嗯，啊，这就是脚胎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接下来咱们就这个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器型。现在呢，你就能看到这个脚胎的这个纹理呢，这个花纹会随着我这个拉坯，这个拉坯机的这个转动啊，嗯，它这个纹理是顺时针也好，逆时针也好，它会有一个变化。所以说，脚胎的这种纹理的走向，决定在我这个手法上。如果手法用的力量大一些，它可能这个纹理就会夸张一些。我用的这个力量小一些，它这个纹理呢可能就会这个有更多不同的一种效果出现。这就是脚胎瓷它纹理的出现，也就是说不是人为能百分之百控制的。嗯，接下来我再给您演示一下。看到现在这个纹理，由于我这刚才这个拉坯的过程中，嗯，它的纹理还会有变化，你看它又有变化。
哎，这就很明显了。嗯，这就是脚胎陶瓷最简单也是最质朴的。这个脚胎瓷的这个名称叫做木纹脚胎，木纹脚胎。你看到它这个颜色也好，就像那个咱们像那个木头纹一样，剖开的木头纹一样。是啊，而且这个刚才们说的是，它是里外一致的。也就是说脚胎这花纹就是完全是千变万化，同样的一块泥，我同一个时期再做，它出来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嗯，颜色是非常自然的。对对对对，就像咱们那个天然的大理石花纹一样啊，每一块石头和每一块石头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嘛，对吧？是啊，我觉得这个脚胎陶瓷呢，就像我感觉像是，就像是在描述人生一样。其实每个人呢，就说有他自己的人生，有他对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这种悟性，或者对他自己人生的理解。嗯，我呢就是认为这个脚胎陶瓷这门艺术，确实是教我去怎么做人。也是让我去感悟这种古老艺术的魅力。目前我还很年轻，30多岁，对，还感悟的还很少，就是这样。谢谢您。Always me and you, shaping up and shipping out. Check me in and check me out. Do you like walking in the rain? When you think of love, do you think of pain? You can tell me what you